望里擦荆棘等待。所以今天呢，这部嘛为着要向老师的致敬哦，有安排了一个节目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们今天这个陈怡婷呢，也带来这首这个《蟒力扎龟》，但是她把它改编成是演歌的方式，好，要送给老师。我来听。来，下面就来陈怡婷跑跑姐。怡婷好，你好，老师好，主持人好，可丽姐、春哥、碰哥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婷。是，都啊，我安尼改吼，老师你感觉气味安怎？哦，我在听，我心肝内就怀疑。有。第一点，我来怀疑讲啊，这个歌《蟒力扎龟》有人传承了。哇，传承了。哎，对他唱得非常好。哎，阿哥，那个年轻人吼，唱了更加多吧。下一幕歌大把歌好，唱得非常好，很有感情。谢谢，我很高兴。那这个蟒力扎龟有人传承啊，就怀疑，谢谢，一般一直传落去。是，谢谢。